在加持的众生。如果一个修行人能够，就像我现在问各位，各位一定会答有。请问释迦牟尼佛现在有没有在？有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如果有，你睡不着的。啊，你会很感动，因为我们在讲佛陀的教法。所以我后面我特别讲了不一样的经典，是希望这些经各位都要看。这些经我们都印了，印经协会都印了。那特别身为法师，你一定要看完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我们接受人家供养啊，然后自己要想办法突破自己。所以《宝语经》《释义梵天所问经》，释义梵天是个大菩萨，示现成梵天。那现在要讲这个十法行，怎么去做可以了解佛菩萨随时存在？就像任何宗教，只要他认为他的神安住在他的头顶或心里面，他为他死都觉得很平静。啊，一个人如果相信阿弥陀佛，生老病死的过程他都很平静，这是我的业。啊，但是心在佛心，在净土，他身体可以超越这个变化。第一个，所谓远离一切嗔恨过故，不取我所事，最重要啊！这是大乘乃至是小解脱乘都要断除的，远离一切嗔恚怨恨的过失，不执着我或我的，这叫我执法执。所有的事情，那你才会了解佛，每一个佛，不动佛，尊胜佛母，白度母，任何一个佛菩萨都真实存在。甚至如果你到菩提盖亚，你坐在那边，你会觉得释迦牟尼佛还在，这些法都还在，护法僧都在，你就身在这个状态。我们去圣地参访也好，去四大名山，就是要感受到当时候的状态。那你要达到这样，你要把这个嗔恨过失，我执法执，我即我所，要远离。不是它不存在啊，世间这个东西存在，但是你心里不能放这些东西。第二，常为一切众生做善法，以子故，犹如良医。那这个世界的众生就是众苦，那我们要为众生，为他们帮助他们，乃至显现这些善法，让他们学习，甚至这个医子，让众生依赖你，没问题，生病来找我，死亡来找我，超度来找我，身上有富贵，不用担心，来找我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法师，因为大家都在超度，如果知道这个甚至他身上有什么鬼魔，你不能怕，来找我，你来医治，我来帮你，因为对方已经老了所以你要花多一点时间，但是你也不要觉得烦，因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一点不多一点不少。我想要提早半个钟头睡觉，结果躺下去也睡不着，你因为你事情你就把它做完，该做的该念的该回向的，而且要超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写牌位，写完以后马上来沾一下，大概超度了，大概没问题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要做就做到底，不是我不是做一个媒介而已啊，我帮你问了，然后就你去超度吧。因为对方就是没能力，有能力也就不用来找你，他已经超度20年也超度不了，因为他的思想行为他没办法去超度这个，但是你要能够帮他来再告诉他可以。所以永远作为所有众生的善法义子，而不是恶法义子。当然你要帮助众生，你要做什么好事，你要研究佛法，我都可以让你依靠。医子就是当然了，依靠讲世间法，医子就像我们医子善知识，也不是依靠他，只是依靠他这个法，犹如最好的医生。
所以你要发这样子的愿跟行为，你才会知道，你敢去承担，你才知道佛菩萨。你只要愿意这样去做，佛菩萨就完全做你的后盾。你不能怕，所有的善法我都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帮你。但是佛菩萨会安排，啊，所以你只是代表，就像你后面有个大老板，有几千亿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啊。这个案子是符合公司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会报告老板，老板一定说 OK 的。犹如两翼，第三，过去善愿满足故，所得不退。所以，累劫我们，各位，你只要看到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今天来到这个嘎谦学佛林，嗯，太好了，下回在这边办菩萨戒。只收100个，蛮重，那随便你发愿嘛，啊！但是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善愿，就是说你已经来了，但是你永远要帮助更多众生，啊！虽然我们善愿满足，后面还有更多众生还没得到，我们从这边下山呐、啊，哎呀，希望这边一批一批的菩提心禅修营、空性禅修营，啊。让更多人得到利益，当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啦，只是说有些人喜欢极静极静的，有些人喜欢那个，有些人喜欢那个啊。就像这一次我去泗水办短期出家，我才知道哦，那个边是不动佛的加持，那边有一尊山上2层楼高的1300年的不动如来哦、啊、原来查到历史，印尼那个时候7、8世纪是修行密乘的，那时候对阿弥陀佛还没有信仰，那时候是以不动佛为信仰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大乘的又更强，所以那个婆罗浮塔是以大乘为主，上面是善财童子53参，下面是佛陀的本身故事，中间是当地的这些当地的文化，所以那边是以弘扬大乘为主，所以但是我们的希望，哎。让大家都能够恢复到那个状态，如何把不断的、不断的为众生发愿啊？因为佛菩萨成佛以后愿更大，所以因为他要配合当今的社会，怎么样来去？假设你已经成佛了，但是你也要学电脑，你也要学拉丁文，你也要学日文，这是你还要继续发愿、继续做的。成佛是一个心态啊。这个福慧圆满了，但是你要配合当地怎么去做，永远不退转。第四，于彼众生起大慈故，善作诸业，所以对一切轮回的有情众生起了大慈心，普覆故，善巧方便，做诸任何的方法。这个业是一种造作，是以菩提心无明言行，我们是以菩提心去造作各种的方法事项，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第五，唯为他事起心故，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只有为所有众生的事情而利益，而起心，而起的大悲心。圣严法师写的叫大悲心起，为什么？唯为他事，为了众生。所以能一定要去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人也好，非人也好，动物也好，今天台湾政治有一点不是那么安定啊，因为媒体也好嘛，选举的劣相也好，但是你不能舍弃这个，我要不断的回向，希望我所做的功德让不是光台湾，世界各地所有有政治的地方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圆满的方法，而不是互相攻击啊！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师父，民主政治好还是一党专政好？”看情况，因为这个世间法没有一个好。但是如果一党专政也好，民主政治也好，大家都用有一点佛法做根据，那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和谐的，一党专政也是个大慈悲的。古时候的皇帝都是一党专政的，
但是皇帝如果懂得因果道理，悲心，那这个国家老百姓多安定啊，多快乐啊，啊！所以你说想民主政治好，还是共产主义好，还是资本主义好，还是什么主义好？这个没有一定，因为世间法本来就没那么圆满。但是如果又懂了佛法的道理，那我想世间法样样都好，黑白的都变彩色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懂佛法，你会说这样好，绿的好，蓝的好，白的好，红的好，那这是站在另外一方面。所以这个世间的事情纷纷扰扰，我们要起了这种心愿，怎么样去帮助他们，而不能舍弃他们。那老实说呢，各位念到这个地方，这五个心都是佛陀的心，也唯有你升起佛陀的心，你才会感受到诸佛菩萨的常住真实存在。你唯有升起阿弥陀佛的悲愿心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阿弥陀佛真实存在。只要这样去发愿。第六，舍自利益故，待他受苦。念到这个地方，这每一条都戒律啊！各位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禅修，这是你的戒律啊！你不能说哦，这个是佛的境界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那你不叫发菩提心，你所修的功德，这是世间的福报，千万不要说你发菩提心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承担。只我觉得这个经不错，我多念几遍。我觉得这个咒子不错，我多念几遍。因为你没有用佛的心来念啊，就脱离三昧业界啊，甚至叫脱离菩提心界。所以你念的只是一个世间福报而已啊、嗯。所以要完全舍除自己的好处利益，代他受苦啊、嗯，为了别人。做个比喻好了，我以前经常带团，那很多地方帮我找人，那有我发现有两种做法，比如说这个人很厉害，我找了20个，我就免费呢，那别人替你出钱。但是真正的菩萨不一样，我自己出这一份钱哦，然后呢，他们也自己出钱，不够了我帮他们补哦，他会跟我讲得很清楚，啊，那这要分清楚了，分清楚。就像我们布施一样，我每次叫人家布施，我自己都会先布施，因为我不能只叫别人布施，而且我自己最好布施多一点，因为我也是参与在供养布施，而不是说、嗯、因为我是出家人不用布施，你们在家人去做就好。那你这样又保护了自己啊，舍自利益，既然我们叫人家奉献，那我先奉献可以，而且我还可以替他做，没布施的我布施多一点，我替他们做。所以各位法师以后最好培养一个习惯，每次你办法会或参与法会，你都要布施一条钱，为今天所有参加者布施，为今天所有往生牌位布施。因为没人会做这个事嘛，因为很多写了一大堆牌位，他没布施，他功德力福报不够啊、牌位免费，然后就写了100张，对啊。但是那你要替他们做，跟他结缘。所以那舍，你有钱嘛，舍自利益嘛，啊，代他受苦，他不愿意出，我来替他出嘛，代他受苦，那你这个叫佛心，就会感受到佛了。第七，远离分别涅槃心故。什么叫分别？世间叫分别生死，涅槃叫极境。当然站在解脱道，我希望入涅槃不要有世间的苦，但是菩萨叫轮涅平等，我们叫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这个叫汉传我们叫世间涅槃、啊、他们现在翻译呢叫轮涅一体。所以对菩萨来讲，世间跟涅槃，因为涅槃不离开世间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烦恼即是菩提，五毒即是五种智慧。所以菩萨不能说我只想要这个，哎呀，世间很苦啊，世间很苦，不是世间给你苦，你要跟信徒说是你执着世间很苦，所以你先去净土吧。但是净土的目的是让你回到世间来、嗯、啊，因为你已经不污染这个世间，在度这个世间，这才符合弥陀的心。
所以那菩萨必须如此。所以你必须，当然对不好的事情你会起心动念，但是你现在你要认为不好跟好都是一样的，无有分别的，以这个极净心，极净心本来这个世间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，但是菩萨了解、接受一切，再来帮助一切，所以要远离对错，安住在烦恼即菩提，而不能说别人给你烦恼，你就障碍你修行，不是。这些才是你修行最好的助缘。那你要从内心里面接受一切，一味像是各位念的啊，一切唯心所现。所以这都是内心的分别的问题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给你麻烦。心清净的世界清净，无有分别。那你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可以。第八，不疲倦行故，一切所作自然成就。所以修行你永远不觉得累，所有的众生都进入涅槃成佛了，那我们永远都不退转，但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永远不疲倦的去实践，那一切所做自然成就，随缘，因为如是因如是果，你的动机正确啊，所以一切所做自然成就，也不是说成功，因为达到佛法的心态超越。你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成功？他最后老的时候就跑到山里面去，为了度一个老人跟那边的一些土人啊，最后他涅槃了才通知其他国家国王又要来抢舍利子，那看起来好像就纷纷扰扰，但是对佛陀来讲，他是把这个教法留下来，而不是他世间成功不成功。第九，远离一切所求事故，无骨肉身。无骨肉身是连你自己的骨啊肉啊都不是你的啊，修行也不能为了求身体的健康啊，师父我最近修得很好，身体不错，不要讲哦，马上就来啊，因为你一执着，你觉得这个修行就是健康气色好叫修行啊，都没事叫修行，那这个不是啊，因为无所求的，生病也好，死亡也好，快乐也好，痛苦也好，我们是利用这些借假修真可以。第十，无障碍相故，于一切处示现涅槃，这个很重要。涅槃不是成功叫涅槃，涅槃是心停止，心安住在无分别的空性跟悲心啊，哪怕被车撞死了。啊，哪怕得癌症了，哪怕被暗杀了，哪怕失败了，但是内心里面这个都是在告诉，就像释迦牟尼佛提早示现涅槃，人家说他80岁就死了，但是他是为了示现平静的心，希望了解无常，大家更精进，所以没有别人障碍你，叫无障碍相啊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再大的障碍你要显现如此。这部经叫佛说法集经啊，书生的佛法累积这些重点。所以这十条各位把它当作戒律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佛的存在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。那后面这个也很重要，菩萨如何成就他心智，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只能用念的了。好，念一下。一，所谓远离一切嗔恨过故，不取我所事。二，常为一切众生作善法依止故，犹如良医。三，过去善愿满足故，所得不退。四，于彼众生起大慈故，善作诸业。五，唯为他事起心故，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六，舍自利益故，待他受苦。七，远离分别涅槃心故，以世间涅槃为一位相。八，不疲倦行故，一切所作自然成就。九，远离一切所求事故，无骨肉身。十，无障碍相故，于一切处示现涅槃。佛说法集经，我只是做一个示范，因为希望大家真的要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我们出家人
乃至要利益众生的菩萨，一定要广泛的，不要我喜欢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啊。那不要我这辈子只读这一部经啊，不能这样说，而是凡是有利益众生的所有的大乘经典，你都要去看去了解。那后面就赶快念一下，所谓菩萨摩诃萨他心智者，如何得到呢？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自心，要真正的了解自己。心的本体，以如实知自心故，如实知一切众生心。记住这句话，菩萨要得到他心智，你要了解自己，你自然了解众生。那如实知自心是什么？所谓如实知贪心，哦，我现在有贪欲的，然后转化它，净化它，转贪微妙观察智可以转，所以知贪心而不是消灭它，而离贪心。那你将来就可以。你如果知贪心又离贪心，你就可以知道对方有贪心，也可以帮他离贪心。这个叫他心通、他心智。这个是在末法一定要学的。现在的菩萨不可能飞天呐、啊，去干什么呢？啊，但是他讲的是心灵的力量，因为要断除通众生的贪嗔痴，所以第二，菩萨摩诃萨如实知贪心而不生嗔，所以知道贪心来。不排斥对方贪心，你也不能生气。知离贪心而不生喜哦，我自己离开贪心了，你还是要保持平静，也不要在那边满足为愚。但是呢，这个贪心干嘛？为了众生，为愚贪心众生升起大悲。我自己有贪心，离了贪心，我也不满足。但是我只知道众生跟我一样有这个贪心，我如何帮助他们？而愚离贪心众生升起大慈。那这个众生，他离贪心了，得到三果了、四果了，乃至升梵天，哎呀，替他快乐，啊，愿他永远快乐，也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像他一样离贪心。那这菩萨要经常修这个，所以后面讲三如是，菩萨如实知自己的嗔心，也离嗔心，而且你要这样念，所以知道众生嗔心众生，菩萨起大悲，知离嗔心众生，生于大慈。那意思是讲一段一段都一样，所以再来痴心离痴心，爱爱就是执着了，啊，菩萨知道自己有这个执着心，也要离开执着心，要帮执着众生离开这种痛苦而生于大悲。取也是一种爱，是一种感受，取是一种执着，所以菩萨要离开这个执着心，再来染污染爱染。菩萨知道自己有染心，要离开染心，思量，思量就是分别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菩萨知道自己有分别思量心，但是不起思量心。菩萨知道自己可以入三昧，但是呢，要时时刻刻不能帮保持禅定而已，也必须要离开这个，要帮助众生达到这个。菩萨如实知解脱，解脱就是涅槃的心态。但是呢，不证入解脱，所以第四，菩萨摩诃萨如实知众生心，于未得解脱众生不生嗔心，得解脱众生不生喜心，唯于未得解脱众生生大悲心，得解脱众生得大慈心，如实知一切法唯是一心，而于彼心此心不生贪着，所以知一切法都是心所现。第五，菩萨摩诃萨。彼知他心智，如实知一切众生心。所以，做个菩萨要知道众生，有知道这个他心智的功德，来知道所有众生的想法。彼诸众生，若菩萨不以念力，则不能知菩萨心。所以，但是凡夫没办法。菩萨如果，所以各位要多念佛。今天你希望帮助对方，你要。念佛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给你这个加持，菩萨给你念力，你就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所以，那对方也一样，你今天要度这个凡夫众生，你要祈求佛菩萨加持他。那对方也知道哦，原来你的心是断贪的，你想帮助他，不然对方不能了解你。所以，若菩萨不以念力，则不能知菩萨心；乃至天眼亦不能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亦不能知。啊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所以当然有人问我说：“海涛法师，那我们有时候去问打坐的菩萨，为什么他可以知道这么高的境界？”对不起，
我在那边，老实说，我都不断的祈求佛菩萨加持对方，因为对方要帮助我的妈妈了，啊，所以因为那是佛力的加持，所以不然的话，以一般人的境界是看不到这个东西，何况无智凡夫而能得知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他心智，所以我想这一段没有时间，我就不解释了，那各位可以去，当然。简单的，你要了解自己，超越自己，进一步对别人有这个悲心，然后诸佛菩萨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帮助对方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当愿众生发菩提心，深入经藏，普度众生。带呀他，班赞这样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好，好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放下遥控器，放心出门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，去享受汗水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现场，享受真实，享受美食，享受安全，享受风足，享受无拘无束，享受日常如常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乐活防疫，健康生活。群人啊，很多的菩萨们一起发心到啊布隆族的部落啊，去关怀这些啊低收入啊需要关怀的老人。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有三户觉得心很酸啊，一户是在山上。没电，但是有水。但是这一户人家，70多岁了，一个是79岁，一个是73岁，哦，然后两个老人家相依为命。可以种一些菜啦，这样就这样子。他们下去是买肉而已啊，其他的就找一下那个
野菜，野菜，然后买一些米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种田嘛，但是有。